第一次穿 victim 的衣服，她来这边做一个半月了才穿 victim， 你看起来好像 Lolita 小公主，有点像白雪公主。还要跳舞吗？我只能说真的，我今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天相聚吧，因为接着礼拜一你要去巴黎，我要去 Ibiza， 接着我就开学，所以在最后一天穿到 Victor 的衣服真是太荣幸。然后 Natasha 鞋子好高，我现在可以当 supermodel 了，有178有了。然后说说你的感想，在 Victor 做 intern。一个半月，就像 Craig 说的，这什么 intern 啊，每天都吃好的。对，就是 Brickland 这一带超多好喝的咖啡。然后今天去 St. John 发现他们厨师每个都在吃大餐，所以台湾的厨师们都要加油了，就是你们要为员工着想，吃好吃的。没错。然后，对 ，See 这一件，其实我在 studio 就好爱了。这件真的很公主风，我喜欢。Okay,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ard work. 非常荣幸的跟你和相处这段时间，我会想你。我们要那个 rock girl。对，组成 a victim band girls band。我要打鼓。